马上啊。哈喽。啊，怎么会是你张夏？怎么会是你？你们陈丽莎是一个常年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专业演员，她的表演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觉得他们俩婚姻状态再来演一对夫妻会很有意思。你要不要跟我握个手？哎，你来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啊，你看到我，你不抱抱我的吗？我先抱抱。烦死了，你怎么回事？我之前跟他演戏是17年前，今天是17年后又一次。而且我们俩没什么默契，我们俩生活中没有默契，舞台上估计也没有默契。啊，这万一过去了，你要么就拉我的手，要么就拍我的脚，你到底是咋？怎么回事？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你不拉我吗？我们俩虽然很熟悉，但是作为对手，我们俩其实是陌生的。我还是觉得有一些跟他眼放不开，我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我一个人咋活着？我们不太敢演，一演就绷不住。我们俩得先打破我们俩的人物关系，才能够进入到角色当中去。这种挑战其实挺大的。真的，我得好好的看你一眼，我才能走。哪有两人生离死别连看都不看？这个非常重要。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吗？我太太陈丽莎其实是很棒的一位话剧演员，她的专业很强，她给我很多特别好的东西。对我来讲，无形当中其实也是有一种定心丸的状态。